妹子，你是不是在笑？你干嘛当妹子吓得一激的？我这干啥呀？玩意儿给我吓一跳！我没有准备呀、啊！呀，这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别害怕，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。鸡，高尔夫的鸡，高尔基的夫，诗，诗，念念念，啊啊，在苍途的，哎呀，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，去铁岭啥的，这不是？苍茫，苍茫，苍茫，对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个海燕在给我们牵线，让我们在这见面，来这黄昏恋。哎呀妈，大哥呀，你妈真的。哥呀，你这不拿牙上架呢吗？你这啥玩意儿？这是，哎呦我的！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，不是？哎呀我的妈！那个啥呀，妹子，小宋这人可幽默了，就是乐观主义，总这样哈哈的。我说有啥说的没？没啥说的。没啥说就这么定了，行不行？行，那同意吧。海燕，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？咱们喝点。嗯、不吃饭了。对了，搁这儿吃啥饭呢？这个不是我抠，俩人出去边吃边聊，那多有情调啊！嗯，是不？真行啊！嗯，那没出去啊，妹子，嗯，改天秧歌队见。行，听你好消息啊！啊，好了，走吧，啊、走啊！好。哎呀，你太有福了！哎呀，海燕，你这真动人，福分呐！你在你这屋待着，不行过去啊！大哥，咱俩上哪儿吃去？哪都行。你出来干啥呀？嗯？你出来干啥呀？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？你不说完了吗？嗯？那没你事了，你回去吧。